戏里戏外，李组长都很有魅力。不过我们接下来带您来看看，原本是毫无异性魅力的男人婆宅女，如今如何摇身变成性感辣妹。火辣辣的舞蹈动作，大辣辣的男人婆也可以变身婀娜多姿吗？现实生活中这种不可能的任务真实上演。瞧瞧71年次的阿豹，以前顶着厚重眼镜，笑起来是大龅牙，简直是大陆连续剧丑女无敌的台版女主角。但现在的她变身性感辣妹，怎么会差这么多？因为想让自己更有魅力，阿豹学跳舞变得更有自信。以前可能就路人甲，然后经过就不会特别注意，那现在可能有比较打扮的话，可能就会有人多看一下。丑女变辣妹，还有这个挫发身材微胖的小雅，和大家一起研究彩妆学习体态之后，也从干衣女变成漂亮精美。不会打扮，然后又很粗鲁这样子，这个差很多，就是又会化妆，然后又会打扮，然后再加上可能姿态身段都跟他们比较不一样，跟以前不一样吧。对，所以叫你什么？妖女。下去捡东西，那有些女生可能就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子捡。哦，看起来就是很凶，而且很容易走光。比如说侧身再蹲下去捡，那同样都是捡东西的动作，那它就会差很多。只要改变一点点动作，一些些眼神，宅女就能变成超有人缘的魅力美女。而其实最重要的变身魔法，就是过去从来没有展现的自信美。中天新闻许志明、柯应清台北报道。